Hello， 我是音樂導師證書課程的學員阿 Wing。 學完這12堂之後，我有幾樣東西覺得很有啟發的。第一樣就是原來兒童、青少年和成人他們學習音樂上面他們所要求的東西都不同，令到我未來去為他們進行學習計劃的時候都可以去做適當的調整。第二樣東西就是其中有幾堂都包含到樂理和即興的演奏的。我都學習到，原來即興演奏不是說大家識少少嘢，然後有個感覺，然後就一起夾，咁之後就睇下有冇嘢出嚟啦。原來中間都係有一啲框架係需要去學習嘅。咁我學到呢樣嘢之後我都知道原來我都可以教我未來嘅學生一啲即興演奏上面嘅技巧。咁對於我遲啲去教授上面都好有幫助。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呢12堂上面其實我都認識咗其他嘅學員。其他的準音樂導師，希望未來我們如果可以繼續一路聯繫的話，我們在這一條導師的音樂發展路上面可以互相扶持，也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一下心得，也是會對我們在這條路上走得更加順，也更加開心，是一個很好的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我都很推介所有如果他們想成為音樂導師的朋友，他們都我非常推薦他們參加這個課程，令到他們了解更多加多層面，去成為一個更加好的音樂導師。